我一向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精神。柯文哲2015年首度参加双城论坛，抛出两岸一家亲，释出善意。隔年9月接受台大医讯专访，还说出这样的论述。专访标题写着下一站待续，柯P漫谈成功与从政之路。柯文哲受访表示自己应该不会选总统，虽然中国方面一直要他选。7年前的访问被翻出，遭到质疑，难道中国势力是柯文哲选总统的造浪者？今年的状况有点类似2016年嘛，侯友宜一直不强，国民党没办法挑战把民进党拉下来的情况下，中共是不是在2024年也会转向支持柯文哲？柯文哲常被质疑除了两岸一家亲，2022年还不顾军机扰台，议会决议坚持举办双城论坛。如今成为总统参选人，是否真向中国靠拢，甚至有指定关系？一定会跟大陆会有沟通嘛，对不对？那人家一定会一直问你们说，以前的那个台北市长都是选总统的，那你以后会不会选总统？很客气、很正常的交谈，那就要无限上纲，那变成是吧？大陆希望我选了。反击自己被抹红，质疑声浪是无限上纲，但柯文哲近来抛出重启服贸的讨论议题，更是让广大网友涌入粉专朝圣，说要协寻2014反服贸的柯文哲。柯文哲在当年可以说是直接受惠于太阳花学运的政治人物。如果他现在去宣布说要来重启服贸谈判的话，我认为会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事情。民众党强调柯文哲从来不是反服贸，而是反黑箱。但看看9年前的反服贸游行，柯文哲就穿着台湾不服贸的上衣，跟如今抛出重启服贸的态度形成强烈对比。外公，我怎么做？这么痛恨这个国家就是这样，每天做假新闻，抹黑抹红。你说我要民进党，我就直接讲，妈王八蛋，妈每天做假新闻的。哦，哎，我说我说反对黑箱服贸，不是反对服贸。我跟你讲，那蔡英文10年前反对一个法，他当总统7年要不要停掉？蔡英文有没有说要停掉一个法？有没有？一个法现在都还在实施啊。那你蔡英文当了总统7年，为什么不停掉？有本事停掉啊！妈，专业工把人。蔡英文有本事把一个法停掉，你不是？我跟你讲，后来我会今天在想，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当年蔡英文跟马英九辩论的时候，我是民进党邀请的贵宾，我坐在台下听，我突然想到这件事情。你蔡英文在上面讲那么大声，说一把一个法讲得多烂多烂，那你当总统7年了，废掉就好了。有问题吗？你最终弄最假，你一定得败哦。所以你今麦做总统了，你要重新。我做我该做的代志。另外，我跟他不一样的地方，我如果不行，我会说啊，这我会出来解释说，这个不行，我们要该改的。我常常在道歉呢。为什么要常常道歉？不对就还有时空，我如果时空环境不改的，我一定跟你讲，今天为什么我要改？没有，我跟你讲，我看到以后一个总统一天到晚在道歉了。至少比满嘴谎言的好多了，比那个从来不道歉的好多了。这就是问题，他们有侧翼，有立委，有名嘴，我们都只有柯文哲，所以他们都不用回答，每天都放狗咬人。要不要叫孔子的弟子来回应一下？所以现在就是希望赖清德可以亲自来回应。对啊。有关于那个服贸的议题，侯友宜说你讲话颠颠倒倒，两岸政策变来变去，过去反服贸，现在选总统才说不反对，那希望你务实面对你过去讲的话。其实哦，是这样的哦，像这个这次这个什么重启服贸事件，就是典型的哈、哦、假新闻，然后一条龙，然后这个媒体操作。哎，我跟你讲哦，你们有看到哪一个影像说柯文哲说要重启服贸、啊？但是这样的哦，作为一个总统候选人，你知道他一定会讨论台湾的经济嘛？那大陆是这样，他占台湾出口高的时候43%，低也有38%的，大概在40%的上下。而且每年出超大陆是1000亿美金的，美金也不是台币，1000亿美金的，所以内部一定会讨论说，我们一克华要不要继续？那一克华如果继续的话，里面的服贸货贸哪些要维持，哪些要删掉，哪些要增加的，这内部一定会讨论。要更好笑的，我们在讨论是用陆委会网站在网页里面的资料当作标题在研究的，你陆委会不是？里面那个网页不是写说要尽速完成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立法，
那在然后在两岸监督协议条例的这规范之下去进行后续服贸跟货贸的讨论，不是这样吗？欸，我讲的就跟你们那个陆委会网站的资料一模一样，我不晓得打什么，所以就典型嘛，哦，先做独家新闻哦，然后再名嘴的侧翼的哈，然后再啊，反正这样，那现在是这样的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我以前哦，所有的媒体记者去问那个赖清德副总统，你认为这个 A 克华要不要继续？那个后续的胡茂货茂的这个要不要继续协商？还是你有本事就是说你主张把 A 克华停掉，永远不要再做胡茂货茂的这个协商？你如果要缓中缓上哦，就缓个彻底，哇！你换国咬人，我现在就是要回去问你，那你的他，你对这个题目你的主张是什么？